请收看《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常与无常相，咱人啊，咱的佛性是真常，佛性是真常啊，佛性没有世间的无常，但是佛性嘛无常，无常啥物件？无常三贪嗔痴，佛性无常有这个贪嗔痴，众生有常。有贪嗔痴，听懂吗？听无？咱的佛性无常有贪嗔痴，众生常有贪嗔痴，佛无常有贪嗔痴，众生常有贪嗔痴。那么众生无有。无常有盖定慧，众生无常有戒定慧。佛啊，佛常有戒定慧。佛伊就常有盖定慧。所以禅宗的真理，唔是讲我只哦。心里保持随时的平静，你就是真禅入定啊。如果心里不平衡、不平安，啊、哦，有颠倒梦想、跨爱时，那么咱心都无定啊，啊，都无真正的禅定啊。你在八正道的最后一个正道啊，正禅定。一定先对正确的见解，把那代志看清楚。你要正确的见解啥个正确？学易经，你就我都得到正确的见解。啊，你若不学易经啊，你要得到正确的见解咧，写功力是真困难。哦，所以啊，正见、正确的见解，一个哩，大家学易经，读好，嘿。啊，妙法难闻，末法时期，我无想到末法时期咧，啊，要中华文化道统，咱会当直接的时代，咱会当听到，好难减少失败，啊，减少挂碍，减少烦恼，好，啊，再来悲与害，悲甲害，啊，喜甲嗔，啊，有个人真好生气。你若生气六大，物件摕咧乌兰蛋，啊！咱咧厝诶，当顶盖也无结完仇，三六个蛋来去外口。曾经我去看咱一口罩诶人诶厝，啊去咧，啊着伊诶太太，吼、哦、性地正歹，啊对先生无介意，着两点半吼起来，顶鞋啊衫摕蛋来外去啊，我搁叫倒扣有着诶咧。我在倒扣了，我甲伊先生，无紧，就我咧倒扣，我先扣个太太，这个碗，你看，甲你结完仇是安尼，甲你结完仇诶，哪能结完仇？无你啊去等你外口，未爽啦，无欢喜啦，哦，啊，这碗甲你无结完仇，啊，等下我甲扣个好，诶，好遐呀，我扣啊，我这个都。这好兄嘛，甲你啥结完事嘛？你我等下我好出去，伊都拢有空啊！伊讲吼，迄、那个幸福遍体鳞伤啊！过要无你过去等等，你我好，无介意哦，夹断伊啦！
讲叫我迄支也倒来啦。好、哦，啊捡到煞了，甲捡七八项呀，捡到尾啊，就剩一顶帽啊，帽啊嘛，但是我讲太太，这顶帽啊吼，阿明你先生的啦，你囡仔的，囡仔甲你结完仇啊。无啦，我无丢伫遐弹出来咧，我唔甘诶，我囡仔我唔甘弹。你看人我要做别一项，啊，就我看开讲你吼，你诶病吼气未通啦，吼气未通先看嘛白诶，好你白遐骨伤病吼，你诶脚崴，你安尼滴气要憋下去啊，好你爱经我开，我感觉经未开啦，哦，爱经我开，我看开讲。阿家转来帅，帅呢？听在咱的信徒师兄呢，都过来啊！老师，昨暗愈严重，昨暗比一波涨一波花严重，安尼严重，含我面罩皮衫裤拢甲撒晒外口，够影？吼，就车开起来哈，拍开看，伊的车底后斗拢伊的衫甲裤，啊个伊的摊那个面罩皮，我爸妈出来，哇！恁太太顺这机会叫你出来，好啦，无安尼啦。你这安尼吼，你大家断了，断一命啦！啊，真正就大家断一命。啊，才阁等伊，等伊某咧，就出来这总经理啦，拢整理好好。啊，先生等伊衫裤啊，就甲摆好好。啊，等伊啊就奇怪，那唔找唔到口罩呀？啊，讲都摸唔到人头。啊，伊某，我长想一命啦。哦，啊，我感觉老师讲嘛对啊，啊，我感觉拢唔对，我后摆歹生气啊啦，嘿，哦，歹生气啊，慢慢甲你生气啊，嘿，哦，然后就讲过几工啊，就搁出来，莫来遮佚佗啊，所以阿阿某大吼，你要出爱注意哦。嘿嘿嘿，哦，你有呾吼，因只冤家面上头面都要笑吧，啊，你个我你个是，啊，等下吼，哎，啊，等下人好了，你面啊。早包睡包啊！啊，因为叶太太，哦，迄个啊，本身得着一个忧郁症的关系啊。好啦，我们来食以春啊，食以坚，想你们得一定爱想，舍得舍得。所以各位，你们做生意，你们事业会顺心，要赚钱，建议。念经回向吼，祖先啊啦，唔通吝啬啦。啊，你念经给咱的祖先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经，吼回向我祖先。顶几工啊，两个月前，咱的龚师兄因结拜，啊，查个囝呢，啊，都我那起烦恼心，哦，好好叫，干了之后要安怎输，啊，要安怎我无好，上经49天。四十九天，祈福上岸，上经，逐天上经，哦，因为安尼，两阿妈捉过来上个呢，48天就倒来安尼。第头一件第48天倒来，伊只娶了我，看水水高水高水啊嘛，啊、哦，我吼，恁头一件就是你的老师，哈、啊，你的师傅。那么头一件安尼呢，你就未去修行，未念经，啊，只念的会用停吗？未使停，念到老。无啊，恁查某囝若阁浪讲出来，我是毋知哦。恁知意思无？哦，所以讲恁未顺，一定爱修行，干得到无效，无偌熬。咱真侪师兄。未顺事，我讲你爱上经啦，老师变老啥方法啦？无方法，上了乖乖上。啊，那无效，那好，遐简单。你行偌远就转偌远。所以咱真正要做事业的人，一定爱上经和祖先。祖先神机摆下无伫边啊，嘛无要紧。你只要念经，照数天，仰天佛力，专心乎你的祖先。爱做，才有贵人；那无做，绝对无贵人。因为你世间积着世间的财力无效，愈积互你愈贪，祖先愈坠落地狱，但最无效的祖先愈坠落地狱，你看偌艰苦。所以咱做事做人囝的人，咱爱要修行，咱要念经回向给祖先。啊，咱人死去回转去，兄弟啊，都冤家都冤得过伊袂好势啊。
啊，那么你怎可能靠兄弟帮忙呢？啊，你祖先上官好神，你唔知好上经，唔知好超度祖先，你干呾伫我搭水无效诶，看有够济啊！哦，所以咱做生意上官好神，都是祖先，咱爱要上经和祖先，祖先才咪对咯，阿咪对个，安尼咱才有意义。啊，所以各位同学呢，恁唔是讲想讲大家坐大家。啊，听师傅的讲话，哈、啊，咪讲啊，你是一个足巧的人，哈、啊，你是足巧的人。有当想到，哈哈，酒都歹啦，叫都唔好啦，想到就去啊，想到就去，足去的就对啦。啊，要去嘛无路用，到尾就边啊徛观山看尾相谈啦。哈、啊，不择两端，不择的他，不择他的成功与失败，到边啊懵看到啊，啊，一切成功。失败拢是家己一手所造成诶，啊，天下诶无人甲咱害，哦，这点咧，大家哈会记哩，过香过歹，认真念经，搁回向我祖先，嘿，啊，再来，啊，下，咱舍弃咱的时间，那么，哎呦，我无闲哦，我告诉你，老祖是有够慈悲啊，台湾祖师嘛足慈悲诶。啊！伊个破病，你唔修行，你个囝偌久开始会变歹，互你去，你就知影好修，过来袂赴，你只落去修，落去念经，落去有空就静下来，坐下来，恶乱修嘛无要紧，坐坐多久嘛无要紧，啊！但是你爱先念经，念念才多久嘛无要紧。哎，这样你的祖先伊会得到欢呢，啊！特别只你完成借助，你的祖先。哈，因得着法，才袂阁得罪咧，才有功德，才有功德，吼、哦，所以咱的囡仔才袂乱乱说，无可能死去啊！明日水都发来到啊，用认真念，啊，念念嘛，你家己定念，师傅也无得着。有时哦，恁一百，分一块银花多啊，哈，分一块银花多啊，啊，恁遐大丁，啊，我着生了安尼，哈、啊。你若一百佛法，一佛法就好啊，对不？哦，无恁就念我去啊。哦，但是我祖先啊，嘛袂，我袂使恁嘞。我叫嘛爱念的，我当嘛无时间来念。我好啊，无你，我祖先的你家己念无用啦。哈哈哈！好，哎，记得，莫寒山，爱洗手时间，要下这个时间，家己念经，好、哦，家己多静坐，好、哦，安尼来嘞，好、哦，你自自然然嘞。啊，你也得到华裔，坚定，啊，坚定，寒山呐、啊，吼、哦，咱两人上加寒山，上加寒山，以前，啊，我一个老朋友，哈、啊，老朋友阿公，伊是足好个，伊伫方圆是真好个人诶，但是足寒山诶哦，啊，去因兜诶吼，啊，遐好个，我想啊，一杯啊可乐啥嘛好，无。一定白滚水，啊，白滚水，啊，那我想白滚水嘛，足好个啊！啊，有一天呢，我的老朋友呢，伊讲，我来讲吼，伊今只好个都是寒山起来，寒山起来，啊，你讲有存钱无？拢无存着了。伊都喊伊生，啊，伊老公生三个后生，啊，一个真够开啦，啊，一个开嘞。伊要甲那伊阿公甲伊老爸啦吼，好，甲伊甲阿叔啦，讲阿爸，你遐寒山，吼、哦，遐寒山的人你会落地工呢？吼、哦，起个坟，吼、哦，哎呦，我替你做布施，阿爷布施在对不？提交场做布施，爱跋脚，我欠欠欠哦，阿伊就使古怪就跋脚了。迄阵我要学修行，我要做测量。啊，只剪刀咧，啊，老岁仔人对讲，阮只囝吼三个拢真乖啦，一个吼迄上歹，迄种拢咧甲开我机会，我总是你机会要有人开啊，无人开嘛袂使哩啊。我欠长呢都唔甘食哦，我去台中用行倒来呢。吼、哦，伊用我去台中用行倒去宏源啊。啊！要台中啊，用我就直接行啦。啊，有当时啊，找看，然后要来台中甲载，啊，倒当啊，若找无，就用我家己行。欠到遐尼欠，
哦，是，但是伊个生活了，嘛有伊个艰苦一面，嘛有伊个趣味一面，啊，这破啊，直直增加出来，伊就足趣味个。啊，若嫁开了，伊就去安怎啊？好、哦，寒山啊，另受监令。那穆建人的老母，伊就犯了这个监令，寒山监令，伊就落地个，进个体，啊，生个灭。啊，化身与色身，啥叫色身？咱的人，或者色身，一派去诶，或者色身，一生病诶，叫做色身。化身不会生病，化身未生病，色身会生病。所以咱人就是色身，嘛是报身、报身，好、啊、下来化身与报身。化身甲报身，所以咱人的身体色身看会到啊，爱食物件，哦，爱啊，这条都各种生活来填充的，这拢是色身。啊，到化身甲报身，化身、化身，都、就是化啊，经常一切经常拢是化身，一切调和空气。阳光、水一对待、一调和，拢是化身。好、啊，啊，色身，好、啊，过来化身、报身、化身，化作什么款呢？要来度众生，化作什么种的人？观世音菩萨、普门品的一个化身，三十二化身，迄叫做化身。但是咱化身呢，咱曾经有一位啊修行人，在家修行人，老师普门品，观世音菩萨应化国王，甲国王说法，啊，我都无机会做国王，我若要来甲做迄个吼，要来甲国王说法呢，啊，我无机会做将军，我若我都甲将军说法呢，啊，我讲你误错去啊啦。啊，随顺因缘的应化，啊，随顺因缘啊，化这立场来为大众说法。啊，曾经咱就信徒同修师兄啊，伊就带伊细汉囡仔来寺里迄阵，当时咧开智慧。啊，当时开智慧呢，吼、哦，真正大白，啊，大白伊就歪啊白。啊啦，论买摆摊的时间到，伊个知影嘞，伊就来换到我了，换到我作为菩萨要给你开智慧，阿弥陀佛喽，换了我作为菩萨，国小还没读国小读幼稚园呢，啊，我可以你信啥搞？我哪有？啊，我你跟他讲菩萨，哪有啊？我的阿妈的供他菩萨。我换了做菩萨，要给你开智慧。好、哦，我菩萨不要开了啦，不要开智慧了，很聪明了啦。嘿，哦，这个菩萨是傻傻的菩萨哎，菩萨是最高的人，叫做菩萨嘛。因为我这些傻傻的菩萨要开智慧耶，啊，你怎么开？我心里很闷呢，闷什么？我早上还没喝牛奶耶，阿弥陀佛！我才叫咱家师姐，我去泡一杯牛奶回家，等人家来开智慧，无甲人讲我肚子很饿。咱家泡一杯牛奶回家，过时下来，菩萨吃饱咯，菩萨吃饱咯，好、哦、可以开智慧咯。这一开了，智慧也很饱哦。阿弥陀佛，所以这囡仔吼，你说那就化身那一刹那，菩萨。化野心来开口再说话，是安尼啊。所以咱伫道场，尤其伫仙佛寺，啊，恁若拄着师兄师姐讲两句啊无佮意的话咧，你们就不必跨爱的啦。啊，咱遮有阿罗汉的，最起码有500个罗汉啦。
啊，我爸都很想要过去呀、啊。这回考到，给你们开一考，讲讲两句啊，欢迎去舞舞嘞，看你安怎想。500年没十八年嘞，好、哦，拢是绰绰有余耶。那有当时啊，咱真侪师兄师姐，等下嘞，好、哦，咱师兄师姐甲好好嘞，好气的，我永远不去仙佛寺。我想啦，因为遐师姐对我太歹嘞，啊，师兄对我无礼貌，那我去别个佛寺拢对我足好诶，是安那去到仙佛寺。或者系师兄师姐咧，吼、啊，工作师兄师姐咧，拢不要就把你分尸，你爱个等下嘿。我讲是要叫我等下，要等下倒位。啊，你等下遮啊，无你户口啊。哦、啊，你要等下要啥？哦，你是回来求道，老祖也无得罪你，我老祖有得罪你冇？冇。你是当拜多少没拜师兄呢？没拜师姐，哎，你来搞清楚哎！哦，我哦，师兄，我明天等你啦。哦，你个阿叔，老祖无得罪你，师父有得罪你无？无嘞。老祖、佛祖、菩萨啊，师父无得罪你。啊，师兄师姐讲话不要讲一卡丁娘，一不要弯弯曲曲娘，他是直的，不是曲弯弯曲曲的。结果丁娘你个话都是拜。哦，所以麦当就说，啊，拢无开过。你今是当拜佛，当拜罗祖，毋是拜师兄师姐了。啊，当然，有一讲师兄师姐成多的时，你个拜你嘛无还，迄嘛有还。啊，所以各位吼，咱爱相对的去想，哦，莫聊聊，人家哦，当然，很足无礼貌，遐是师爷，当然啦，很舒服，是无教人家师兄师姐。啊，遐师兄师姐呢，常常身不由己，互咱一寡遮诶，叫做阿罗汉，啊，出者气地，甲恁苦苦看是真真正正真心啊，假心。我气血足侪拢是假心诶，很好玩诶。哦，我常常甲恁师兄，咱遮同学师兄师姐，逐个拢去到时拢摆开先，是我用关门，我就要休困，无我根本都无在休。哦，我叫我都到仙佛寺门关起来，享受一下正常的奋斗经。哦，无啊，我都要享受奋斗经的啦。哦，你看好不？好，好来，我们的色身已报身，报身生老病死有苦的叫做报身，会生苦病痛的叫做报身，化身。就是菩萨，好、哦、化身，在那民国79年呢，啊、台中南东山路对面一间善觉寺，啊，这个老师傅啊，啊，非常出名，啊，迄年呢，啊，伊都入入世间呢，伊圆满啊，啊，病啊有严重挂呢。伊就问我张先生、张老师，啊，你看我当时要等伊好哈、啊？我师傅，我今仔日来，就要来请问你当时等伊，要等伊，我好来甲你相送。无啦，你看我当时等伊好啦，我请问师傅，你当时要等伊啦？啊，这对话，啊，因一寡出家众的徒弟啊，吼，真侪伫啊，吼，看真艰苦嘛，吼。啊！底下在跟我讲这个，但是在讲的是他很镇静，因为伊身体无好，就要走啊。啊，迄个时阵啊，我师父啊，哎呀，你要等下，你嘛莫选迄个有轮回的，轮回的啦。啊，你要轮回，你搁轮五月。你若轮八月、9月，毋是足好势？轮五月，你若莫轮五月、6月19，毋是足好日呢？轮回轮五月，无法要安怎哈？伊讲按我知，树叶伊知，吼、哦、轮回轮五月，我若无是6月19上好啊。啊，伊讲我轮五月，伊都爱知影5月19，都要转去。啊，伊讲我知，我西方极乐世界，你看伊个问啊，这老师啊，哦，迄、那个西方极乐世界问偌大个啊？哦，啊，因真侪徒弟啊，伫身躯边咧听嘛。迄师傅伫
啊，这些说法了吧？我讲都像一个健康尔，一个健康叫西方叫做世界的门，一个健康。啊，一个健康嘞，哦，啊，是咯，那安尼毋着挂手指、挂手镯啊，毋着袂当过，袂当过，哦，完全爱空才会过。你看，好，安尼我知，安尼啊，感谢吼，啊，恁有听的吼。下禅净双修见真心，老天赐福见天坛，速得流芳禅机山，黄道之国。